篆刻用一笔一画勾勒出了历史的轮廓，篆刻俗称制印，以刀代笔在印章上刻画中国汉字。篆刻不仅能够提高专注力、观察力，还能提高人的审美情趣，一刀一印精雕细琢。篆刻是工匠精神和中华古典美学的结合，在润物细无声中传递古人智慧，传播中华文化。中国制印系列的小视频，从中我不仅仅学到很多关于古琴的知识点，而且能体会到在中国古代社会音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那个时候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，而且是跟中国传统美德、传统礼节以及君子形象有密切的关系。视频里面描述到那个古琴的时候，也能体会到古琴如何呼应大自然的规律，这一点也能反映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。总而言之，受益匪浅。